这个综合练习题啊，它这个题目要求啊，就是在这里，我刚刚有提到，比如说电信业者11，对不对哈？前面要加什么呢？09，应该09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区域码哈就是848，所以09184875252，所以这个部分是还蛮简单的。假设说每一个门号都这样的话，就很好解决。怎么说呢？如果说第一个你就是直接等号，等于什么呢？这边直接等于09，那特别注意，因为它是文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先给它什么呢？双引号夹起来，然后呢再用串接符号 and 什么呢 ？and 它，然后呢再 and 就串接嘛，再串它，再 and 再串接什么呢？串它，按打勾，这样子，还没有哈，好像还漏掉什么呢？中间要一个 dash， 对不对？0911，然后在这里呢加上一个 dash 减号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再加一个 and， 啊，就0911，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and，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加上一个双引号 dash， 啊，然后再加一个 and， 按打勾，好，这回把它拉宽一点哈，这样子的话呢就正确啊，可是。就是问题来了，点两下。后面的部分呢，因为有的是三码，有的是两码，有的一码。哦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以往哈、哦，可能看到这样怎么办？手动吗？自己手动再来 key 是不是？啊，直接在这边再补一个零，补一个零。那补完的话哈、哦，恐怕那个就像那个电信业哈、哦，那个资料客服的资料都是几。千可能以几千为单位吧，几万笔，你不可能说一个一个去修改，修改完我看哦，你可能也准备要被炒鱿鱼了，哦，因为你的工作效率太差，会被检讨哦。那这里怎么办呢？你就知道逻辑，如果说它是两码，你就必须要补几个零，所以关键是在补几个零，怎么做？补几个零，哦，那也就是说呢，哈，我们今天要去判断什么？假如这个两码，哦，那就补一个零。如果是像底下应该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的哈，还好都没有，有一个的有没有？一个就要补两个，啊，所以这个实在是比困难点。那怎么做哈？首先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在这边09 and， 前面这部分哈是不需要修改。dash 的部分呢，后面也不需要修改。要修改的话，就 dash 后面这里。这边的话呢，要加什么？加上零的部分。那零怎么做哈？我先拆开来看好了。我看干脆先在这边好了，补几个零，先在这边做，啊，这边做好了哈。比如说呢，我区域门号秀出来要几个零，那我这边就是等于，直接用那个 IPT 好了。首先的话呢，我就先找到那个 IPT。我往下找 IPT， 好，这个函数 IPT 要重复几个？那我这边的话呢，要针对的是重复第一个是什么？重复哪一个字？所以我要重复什么？重复零嘛，对不对？那要重复几次？根据什么呢？根据这个的长度，然后要怎么样呢？长度部分要就是 LEN。刮弧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刮弧，可是这样变成三个零对吗？不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怎么样呢？刚好要变成三减掉，有没有？三减掉它的长度。如果呢它的长度是二的话，那就是重复一次，哦，这样就对了。对了之后的话呢，就直接把它按确定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没有嘛，往下点两下。这边就补一个零，补一个零，有没有就出来了，哦，那同样的方式哈，这边也是一样。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一个 IPT 跟刚刚那一串串在一起呢？其实哦，直接就在这边，应该是这个也不用改嘛，应该在 G4 对吧 ？G4 是指的是这个，在它的前面点一下，然后呢就把刚刚的那个函数加进去。那个函数就是 REPT， 啊，刮弧前刮弧啊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会比较，那也可以的啊。如果说你
先取消掉好了。像刚刚有同学说直接把它复制，从这边哈、哦、复制，然后记得哦，复制完之后就一定要取消、哦，不能直接复制，一定要取消。取消掉之后的话呢、哦，再切换过来，再到 G4 前面，对不对？把它贴上去。贴上去之后呢，再加一个 AND， 因为它在串接嘛，前面有 AND， 后面也要 AND， 串接在一起之后的话呢，打勾。打勾之后，我们把它点两下，有没有补零？哎，有补零的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后面还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哈，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再来的话呢，同样的方式，我再把刚刚那个公式哈加在 H4 的前面，再把它怎么样呢？贴上 ，Ctrl V 或者贴上，再加一个串接符号。可是我必须要把 G4 哈改成 H4， 因为我要判断的是 H4 里面的资料哈。然后这边就按一个打勾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呢，我就点两下，看一下结果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完全正确，哦，完全正确。好、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啊、哦，应该逻辑主要是应该是这个逻辑啦。那如果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哈、哦，把一个资料变成你要的正确的资料，就是用这种方式。那里面的话主要是配合什么呢？配合你其实等一下可以先在旁边做一个哈、哦，记得就是在这个 I 的地方哈、哦，先做一个动作，就是等于 IPT。然后呢，我要重复的就是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记得是双引号零，然后逗点后面的参数就是三减掉什么呢 ？len 就是它的长度，长度 G4 就是这个里面的到底是几个字？如果呢它是三个字，那就是不要重复零，就零嘛，对不对？三减三就零嘛。如果它两个字，三减二等于一，就重复一个零。如果里面是一个字，就是三。减掉一就是二，三减掉一就是二，就要重复两个哈。好，那用这样的逻辑哦，同样，那第二个就是 H4 也是一样，所以最后把这个公式复制起来，再贴过去哈、哦，改成 G4 改 H4 就可以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想你们试试看哈、哦。